演艺圈的消息，香港歌手郑中基日前宣布了高雄巨蛋演唱会之后将要暂时离开演艺圈。他今天再度在粉专发声，提到常年深受抑郁症所苦，甚至选择喝酒逃避现实，接下来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太太会陪他去美国参加戒酒中心的疗程，他要想清楚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然后才可以面对大家，希望回来之后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自己。